总妹妹让我来酒店找她，结果进来。哎，啊！愣着干嘛？我又不是跟你腰子。嗯，那我来干嘛呀？给你安排住的地方啊！我姐姐不是不管你吃喝住了吗？我管你。我谢谢你啊，我不需要。哎，你别走。啊，那你说有啥事儿？你答应我的这件事儿完成了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那你先说。先去陪我参加个酒局，把衣服换上。那你先转过去呗。可当我换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敲门。这咋回事？我起来。不行吧？你找他留下来。哎呦！姐，您干什么呢？跑这里来了？我要经理查起来就知道了。你调查我？打住啊！我来不是关心你的，张乃思的事儿都跟你有关。张乃思，我都跟他不熟。最好是不管怎样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啊！要你管？我上个男朋友就是因为你多管闲事才分的手。你那前男友就是图你钱，我管你怎么了？那张乃思呢？他就不是图你钱了？那是我愿意给他的，他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像他这个年龄吧，哪有说是经济自由的？我能做的也就是帮他一把。那你还抛弃他呢？那是因为他总是逃避问题，跟你前男友的性质他不一样。我跟你一样啊。